天呢，在家归着屋子，翻出我上初中时候的日记，啊，这么大一箱子，30多本，上面都没写字，全都是贴画。那时候流行啊，买那个明星贴画嘛，追哪个明星买哪个明星的，书上、本上、课桌上，就是家里的那个桌子、柜子、墙上贴着，到处都是啊，抠不下来。我爸爸那张老式床的床头上，现在还贴着几张四大天王呢，都是我当年贴上去的。一晃啊，30多年过去了，我打开当年的日记呀，一页一页的翻看，看看当年我都贴的谁。有林青霞、张曼玉、张国荣、钟楚红、保尔可插进，不是保尔可插进的那个日记本带的插画。天，看完了我当年贴的这些女明星啊，我禁不住感叹，我也有花季，我也有个痴迷，我也追过星，我也买过贴画。那时候啊，这几个人里边我最迷恋的是林青霞，因为我做梦啊都梦见跟林青霞结婚。真的，我记着当时在梦里还纠结呢，林青霞岁数比我大呀，给她带回去见着我爹妈的时候，我妈嫌她老怎么办呢？为了林青霞我还哭过，冻哭过。那年冬天呢，看报纸上说呀，林青霞来北京拍片了，明天要去爬长城。哎呦，我看着我激动啊，当天夜里一晚上没睡，第二天早晨2点起床了，给我妈给我爸留了一张纸条，我去吃早点了。写完了，我背着书包水壶上长城，旷一天课呀，在长城上冻的哆哆嗦嗦等一天，没看见林青霞，把我给冻青了。晚上回家呀，进门就挨了一顿暴打呀。因为什么呢？我2点出门，我爸呀2:30起来上厕所，整看见我留这纸条，好，还问我呢，你夜里2点你上哪吃早点了啊？第二天再一看报纸啊，人家上的是嘉峪关长城，我去的是八达岭。我们那时候啊，追星条件不好，喜欢哪个明星最多也就看场电影，买盘磁带，买些个挂历、贴画什么的看看。我每天上学都带着一个大钱包，鼓鼓囊囊啊，这么老厚，天天揣兜里啊，随身带着。有一天放学呀，遇见一个小混混，他抢我这大钱包，玩命护着呀，没护住，把我打一顿。你说什么？居然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！就把钱包抢走了。抢走没过一会儿，他又回来了。你再说一遍给我听。把钱包还我了，又打我一顿。我不是让你再说一遍吗？你说呀。因为什么呢？我那钱包里鼓鼓囊囊啊，不是钱，全是女明星贴画。临走他还问我呢，你们家是不是卖贴画的？但是呢，随着年龄渐渐增长啊，我也不喜欢林青霞了。为什么呀？追星的岁数过去了，满脑袋幻想啊，慢慢开始变成现实了，知道林青霞离我太遥远，还是我们班女生离我近。我开始喜欢我们班女学生，那时候啊，我喜欢全班的女生，全班的女生都不喜欢我，但是有2个女生为我发生过争执。争执的原因是俩人探讨我究竟有病没病，探讨着探讨着，俩人打起来了。现在孩子条件好了，喜欢哪个明星可以去看演唱会，可以上明星微博，有的呢还能集合起来组成粉条团，啊，不是粉条，没那么宽，粉丝团，跟这个明星面对面交流，更有那有钱的粉丝直接坐飞机去国外看明星。听说有一男孩吗，喜欢一个鼻孔很大的美国篮球明星，可是去不了美国呀，为了也能向偶像靠近呢，每天用2团卫生纸啊撑自个儿那鼻子眼儿。后来岁数大了，跟我一样不再追星了，可他那大鼻子眼儿啊就缩不回去了。对于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呀，追星很正常，因为什么呢，明星给我们展示的都是美好的一面，孩子向往美好也是件好事。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明星，
也都有追星的原因，追林志玲吧，因为林志玲漂亮，追那个韩国恶霸，不是韩国恶霸，韩国的这个欧巴都教授，是因为迷恋韩剧。追我呢，那一定是因为上帝在他眼前遮住了帘儿，忘了掀开，说白了就一个字，眼神不好。